用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清洗蔬果，是我们每天都会做，再平常不过的事。不过，你确定你用的水够干净、够健康吗？以懂水更懂家作为品牌理念，同时有超过1亿个家庭使用的国际品牌推出了结合加热功能的净水器，内建智能冲洗滤芯功能，确保水质洁净，喝得更安心。 UV 顺热机它我们采用220伏的电，主要是我增加我的功率，那增加功率就可以增加我的出水量，以及瞬间达到我想要的温度99度，那以及它没有任何的储存水箱，不会有储存保温的耗电的问题。那我们壁挂式的方式，管线都可以隐藏在后面跟下方，那这样可以让我的出水使用都很方便。如果今天我在洗碗、洗菜啊、洗蔬果的时候，如果我手湿湿的，我一样可以去触控我这些液晶萤幕，它都可以正常的发挥使用。为了摒除传统太阳能热水器容易产生水垢的问题，业者也推出使用真空冷媒管来吸收太阳、雨水和空气中的热能的燃气热水器。第一个就是有水伺服器的马达，让它可以更精准的控温，以及我们这次的分段火牌，告别以往只有3段，我们这次是5段的分段火牌，那搭配这两个功能可以精准控温到0.1度。那以及第三个特色就是我们有一个 UV 杀菌，那可以提高我们的沐浴体验，有别于以往的太阳能热水器是走水路运作，会有一些水垢的产生，那我们现在是走冷媒循环，那我们放在户外提高我冷媒的温度的时候，就可以增加我的热效率。不但能精准控温到0.1度，还有 UV 紫外线杀菌功能，更守护了全家人的用水健康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，还有这边呢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蜡漆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